会请走基层办签名会发春联市场拜年争取凤山市民的支持。高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吗？是发春联吗？高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春联吗？我跟你讲，翻白眼翻久真的是头脑会有点痛。面对罢免，民进党不再能处理了啦。民进党出乎意料哈，忧心这成为蔡政府哈的一个执政的破口啦。啊，接下来就是要保住这个黄姐哈，黄姐现在无党籍了，就趁这个机会赶快投怀送抱吧啊，去民进党那边嘛，不要那边假鸡假歪哈，侧翼都是侧翼啦，不要那边时代力量，然后现在时代力量要泡沫化，然后现在无党籍的哈，你们就手牵手全部都去加入民进党嘛，蔡英文的执政之下，你们都会保护得很好，留一个后路嘛，搞不好罢免完之后还可以去中。像当高官呢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吗？不是选不上的时候都可以当高官嘛？啊，罢免完也可以去当高官啊，反正靠关系就好。什么叫靠关系？就指派的就是靠关系啊。你看那光头不是靠关系的吗？指派的就是靠关系的啊，不是民选全部都是靠关系的，不是吗？靠民进党的关系啊，不是吗？什么无党籍啊？不要那假鬼假拜说什么我都不参加任何一个党啊，没有一个党的理念跟我一样，结果做的事都是民进党，都在支持民进党。啊，连那个韩其迈在上面质询的时候，你都帮他做球嘞。预计要办二十，本来去年就可以盖好的东西，过了一年半，你要走原路线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说，我们要多一点努力啊。那这段时间，包括我们也先短期的做法就，阿丹没说无党籍的，哈哈，但不是侧翼，什么是侧翼啊？黄杰说啊，说桃园中立区哈有高雄凤山两区的选民结构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气氛当然也不一样啊，气氛当然会不一样，黄杰。我们会把气氛炒起来的。你们如果没有把黄杰霸下来，就代表韩其迈的4000亿不会下来了啊！因为韩其迈的4000亿，黄姐也没有去咨询他啊。黄姐不是很会咨询的吗？对啊，如果没有你没有把黄姐霸下来，表示高雄人不需要这4000亿了啊，就宁愿被韩其迈、被苏贞昌骗了啊！因为黄姐都没有去监督他，黄姐最会监督的啊，不是吗？不把黄姐霸下来，表示高雄人想要吃第一批的莱猪呢？因为黄姐也没有去韩其迈莱猪到底要不要吃呢？如果黄姐霸不下来的话，高雄人就要吃第一批莱猪嘞。我这样讲没有错啊，因为莱猪是可以吃的啊，莱猪不是赌啊，所以我说第一批莱猪给高雄人吃，没有什么危言耸听，因为莱猪是可以吃的啊，在民进党的解读之下，莱猪是 OK 的啊，吃下去就国际接轨啦。开始贴标签了啦，赶快还有什么标签赶快贴到 他身上啦，好不好？高雄人不要再被笑了，霸下黄姐的时候，高雄的版面就回来了啦。黄姐讲的，接下来他会火力全开，努力让大家看他的表现，相信可以通过这个考验。什么叫黄姐要火力全开呢？他要火力全开是怎样火力全开啦？翻白眼火力全开吗？大家有没有看过 X 战警啊？ X 战警里面不是一个暴风女吗？暴风女在火力全开的时候是怎样？她是翻白眼，然后就飞到天上，然后闪电有没有？火力全开。她现在黄姐是怎样？她要飞到天上，像那个 X 战警啊，暴风女这样。我跟你讲，翻白眼翻久真的是头脑会有点痛。会请走基层办签名会发春联市场拜年争取凤山市民的支持。高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吗？是发春联吗？高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春联吗？高雄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治安很不好，你都不知道吗？高雄最近很多地方都在漏气，这个新闻讲不是我讲的啊，高雄的警方也很多问题呢。高雄现在是缺发春联是不是啊？啊，高雄要不要吃莱猪？你要不要去关心一下？莱猪的议题都不讲了嘛，因为韩其迈带头说他比较喜欢吃台湾猪啊。啊，高雄的4000亿，你有去关心吗？好，他只关心发春联啊。